原112-97能赢下国王，周怡翔16分很关键。周怡翔3分球投10中4，这场切入还有侵略性，看起来比先前更有信心出手。直接掉一个对角，周怡翔外线出手，部长来了。可以看到他状态明显好了很多。周怡翔外线急停三分，再来一颗，哇，就是要三分啊！对，这场原不仅拿到了胜场，原更高兴的是周怡翔状态的回归。周状态回归，让原多了个可用之兵，对战力有很大帮助。有自信，哇，周怡翔现在会飞起来了。周怡翔切入到禁区，哇，结果应该是 goaltending。今年赛季第一个2分球。你看好部长持续这样的输出吗？我们影片就到这边，欢迎各位留言。再来一颗3分球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